方兄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对不住你，可是我也是情非得已呀。你这个畜生，你就是个畜生！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说呀！我对不起你，方兄，这次天赐良机，有一个机会，我们在一起考试。我花重金贿赂了考官，将我们的试卷调换。没关系啊，你文章好，你什么时候都能考得上。可是我呢，我考到老，考一辈子我也考不上啊。方兄，你就当帮帮兄弟我，啊。